美国年度音乐盛会 Coachella 来啦，无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这位卡斯依旧坚强，嘎嘎王嘉尔也来啦。舞台上的嘎嘎太火啦，直接把女 dancer 当成乐器来弹奏。不仅如此，嘎嘎唱一唱就和衣服一言不合开脱啦。I want everybody to enjoy tonight.但全场比嘎嘎腹肌还要猛的，要说是 CEO 没错啦。Solo 一个转身 ，CEO 再回到舞台，竟然。难怪台下粉丝惊喜张大嘴 ，Om Om To Anyone， 暌违六年竟然合体演出啦！四个街加拉嘎，达拉头顶高山峰造型相当吸睛，全程唱跳依旧不动如山。其实这回 Coachella 原本只有邀请 CEO 演出，怎么知道 CEO 买一送三，直接送给歌迷大惊喜，让不少粉丝陷入满满回忆杀。也希望欧尼们合体不要停，还有下一次啦。Oh my God.